在研究。研究。这这你这叫啥？研究就是研究。研究经典还是研究什么？研究该、哦、教，好像你们呢，你们教呢？好像你们那讲字教啊，我们也就是个读经，就是在里面的样，你们教什么教哎？越南语呢？老师哪里有？我叫爱问老师。哦，阿个大姨爱请教这，哦，咱老庄主，哦，方庄主九十外岁啊，九十外岁做认真的读书，做些讲认真的读书，这个讲书讲书都全部都，像今年哪里学英语的哦，写英语的，越南啊。哦，这个越南文呢，越南的呢，哦，不简单哦，浅显啊。你刚刚讲研究的对啊，你看这你会懂啊。哦。你讲这样就懂就懂啊。好好好，好棒好棒哦，好用心哦。哦。就发音寻得啊。啊，念出来是你们的音哦，越南文的音。对啊对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啊，像那个经读经读出来的声音是，读经啊读出来的声音。声音不一样，讲话不一样，你意思一样。好好好，就是去台湾的研究啊，对台湾的书我们，是台全部台湾大陆的书啊。是，哦，好棒好棒。那就是在佛堂什么什么？佛堂有。对，这是佛堂，再就是佛堂，就是教我们什么什么。如果刚刚修道是什么修什么什么？哦，是，要怎么修道哈？对，意思一样啊。三清四正啊，三规五戒啦，哦，还有三纲五常啊，哦，还有清苦啦，吃素啦，对什么，哦，学道修道，要讲道办道行道成道，哦，弥天能，回天，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啊，对啊，然后回到老母娘那边了，对啊对啊，我们灵性的母亲那边啊，回。老母娘那边啊，不要轮回，不要去死。对啊，不要轮回了啊，轮回受苦了。很辛苦啊，刚生出来。受苦很辛苦的。对啊，生出来嘛辛苦，老嘛会辛苦。对呀，生老病死都很辛苦的。所以我们以后要改转，不要轮回。是啊，哦，超脱轮回，要经名师指点啊，让名师指点啊，开窍开贤观窍啊。要找到回天的路哦，哦，江先生做用心呢，哦，学英语学甲遮济啊呢，对啊，学英语啊，哦，足进步的哈，系啊，足进步的嘞，这咱英语怎啊会用足济字啊呢？这 R 这 S 啊，英语二十六字的哦，哎呦，啊那越南文也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写。慢慢写啦哈，有越南文啊，越南文啊，越南语那个上面有一点呢，有一横。还一点上面那一点啊。有一横是或念比较久一点吗？念长一点吗？声音念长一点吗？哦，谢谢。哦，越南文的呢，哦，好。